是白木，这边哦穿绿色，这个是营长，哎，他今天哦表现不错，哎，带我们骑得很高兴的领导，这是周哥，哎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今天就是用周哥的车子，然后到统后领导来玩，我们早上去骑内洞领导，然后我们现在在统后溪水里面，哇，好凉快哦，好棒哦，可惜。这个路面啊，这个河面的这个沙子太软了，不太能够撩开，要不然的话啊，我们就玩爆了。这里继续录嘛哈。这边是统后溪的大概8.5到9的这个河道的转弯处，刚好这里有个 S 弯道河道，这里刚好有那个土石流坍方过整治，哇，真的是很漂亮，太棒了。夏天好来这里游泳就对了啦。没错。夏天到这边游泳，把你的比基尼准备好，泳裤准备好，来吧！好，谢谢大家。